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inese， 欢迎大家。呢排好似都好忙，所以都冇时间去拍咁多片啦。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究竟我呢排咁忙有做过啲咩嘢咧？咁样，咁今次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嘅工作啦，就系一个嘅孕妇嘅肚皮嘅手绘。如果你是啱啱有了 BB 啦，又或者是你都認識一些朋友都是有了 BB 的，咁佢哋又想影下相啊，去記錄下呢、這個懷孕的過程啦。咁其實我覺得咧，用孕婦的彩繪咧，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幾特別啦，而且是一個幾難忘的懷孕的片段啦。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咧，畫呢個嘅孕婦的彩繪咧，去影相留念咧，大家都可以在 Facebook 度咧同我聯絡嘅，咁我可以再 inbox 翻去同你哋講下個流程啊，會係點樣咯？咁拍呢段片都唔係一個咩嘅教程啦，最主要就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工作啦，同埋都希望同大家傾下偈，咁講下究竟我平時即係除咗係教學之外，會做啲乜嘢啦？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希望你可以按下面的订阅去支持下我的频道的。如果是平时我的朋友仔，我会尽量拍多些片给大家看，因为这排真的实在太忙了，所以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先。我们下段片再见啦，拜拜。